静宇，于你看直播间有段时间了，感觉你的回答很直观。你感觉 G 六的汤普森和 G 五的杜兰特这两场比赛的表现，谁更值得被铭记？看,看你的看法。G 六汤普森和 G 五杜兰特呀，就之前天王山 G 五杜兰特，其实呢。 那你不能说是真正的生死之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G 五，它是说在淘汰的边缘嘛，并不是这样。你看，你拿下 G 五了，但最终系列赛你赢没呀？不没赢吗？所以 G 五呢，它其实放在历史上啊，它是挺关键的战役，但这绝非是真正的生死大战。这是 G 五所以 G 五意义有没有那么大呢？其实也没有那么大。这不是 G 七，不是说你到了死亡的边缘了没有？G 六呢，那是真正的死亡边缘。 因为你看这个克莱汤普森，他打的 G 六啊，一般来讲都属于是球队接近抢七，他 G 六站出来了。如果 G 六那会儿如果输呢，可能就被淘汰了。尤其打雷霆嘛，面对坎特兰特，G 六如果汤普森不是单场命中了十来个三分球，那可能说金州勇士啊就地回家了，就淘汰出局了。所以这属于是生死时刻，G 六汤普森，他是真正起到了这个力挽狂澜的，挽设计于倒悬嘛。 所以汤普森这个 G 六啊级别原本就比 G 五啊要高一点。G 五我感觉呢挺有意义，但不是那种生死大战。G 五啊，所以为什么说去年杜兰特他整体表现我感觉一般呢？打的挺软。G 六、G 七，对不对？这两个赛点之战，G 六是你守过赛点，赢了能拿下对方；G 七呢，两队都在悬崖边儿，到底谁把谁推下去呢？结果杜兰特被字母推下去了。 因此，你看去年啊，就是那一轮系列赛里前两场，杜兰特发挥挺好，开场没好戏嘛。前两场赢的，前两场你赢完之后，被对方又给扳回来了。后来 G 五呢，并非生死时刻，他站出来了。G 六、G 七，真正的生死时刻呢，将胜利拱手让于字母哥了，叫字母哥啊，成为踩着你上位的这么一个踩垫脚石的人了。 所以，g 五杜兰特都没有 g 六汤姆森呢、啊、那么优秀，还是汤姆森 g 六的更优秀？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